哇，熟了！打开一看，哎呀，哇，也挺大个的，是不是？试一下。好新鲜哦。那个蚝的味道真的是好重，比我平时去烧烤啊什么的都好吃好多。哇，你不要看它那个好像很小的感觉，打开其实它的肉真的是挺肥的，真的，我就喜欢吃这种蚝。很鲜哦，很好吃哦，这里也不贵哦，真的买回来就是蒸来吃，真的是好享受的感觉。开不了了这个。点火，油放。